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In this episode of the Soundstage, we will discover what happens when ancient Chinese sounds enter the 21st century, and how music can explore inner space. Hey, who turned the goddamn lights on? I'm trying to do my f***ing show here, and I need the lights off. I can't have this light, be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f***ing premise of this whole goddamn episode. Turn off the f***ing lights, we're gonna have to do this over again. Because we found this, we ourselves, 十几年来演奏的乐器，它的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在一起，还是在一起，还是可以很和谐。这个活动的系列叫音乐与空间，然后第三期这会有一个主题叫你不所认识的中国民乐器，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其实我们挑战了很多中国的传统乐器里面没有的声音，拿古筝来说，比如说用到左手的一些非常不和谐的声音，那个就是平常是根本不会用到的，还有一些敲击，敲击现在也用的有一些，但是就是今天这种敲击也是在音乐里面的敲击，包括我把那个琴弦其实是用胶带粘了一部分，其实是为了找到那种跟木质乐器非常合的那种音色。还有就是我用了效果器，这是我在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用到古筝的效果器，它的音色会变得不一样。还有可能就是在音乐里面的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表现手段，可能是平常根本想不到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琴的这个琴柱旁边的那种近似于噪音的东西，但是其实在今天的演出里面都曾经用到过，而这些可能是平常古筝的演出里面是基本上看不到的。我们今天这个所有乐器其实都有突破，包括这个搭配本身也有突破。我觉得呢，一方面，传统的民族音乐、民族乐器在一块合作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突破啊，就是说并没有太多去考虑声音是否和谐和统一，因为我在刚才在演出的时候也讲了，民族音乐器是非常有个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用了这几样的乐器，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是要相互的要损一点，相互的在声音上面稍微的要做一些变化，那么才能够相互融合在一起。但是我觉得现场最美妙最有意思就是在当下刚才的那种演奏，大家一起演奏那个感觉里面，好像你有一种东西带着你自动就找到自己的位置了，而且你自动就会有一些平时你想不到的东西就会在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奇妙，这是我今天就是我觉得特幸福特别爽的一件事儿，所以我特别希望把，而且我特别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感觉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演传递给来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观众在这个空间里人，然后都能感受到这种怎么说，这种幸福感或者这种充实感或者这种智慧的碰撞。我觉得今天我本身作为一个演奏的参与者，我特别的高兴，特别幸福。当大家在接触到自己这个最拿手的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就是在学习它，在学习它的那种，老师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去练，怎么样去学，但是时间长了长，人会慢慢长大，当人的那种本身的那种自然的特性和你自己要去弹的或者是吹的这种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慢慢慢慢那种特性就是你的，有一句话说叫你的根性和你的易乐性要去匹配，就是要把你本身性格里面的东西和你要现在玩的这个乐器的特性要匹配在一块儿，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对于大部分的乐手来说，我只是要完成它就可以，但是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突破，这种突破就是当每个人，我跟我的吉他融合在一起，然后张迪和他的笛子箫融合在一起， Lucy 跟他呢
真融合在一起，杨老师跟他的打击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说一种乐器特性的一种变奏，或者是说把它怎么样揉进去，我觉得更大的是一个就是之前说过的一个民族融合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是好听的，只要是多元化的东西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一直纳木厂牌想坚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做水，然后让大家都融合在一起，因为水能融万物，水能和你是什么形状，水流进去就会变成什么形状，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再补充一点，刚你说的关于我们四个融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跟现场观众也融合在了一起，是吧？所以对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其实是整个我们创造了一种场。而且刚才我也一直在提这个重点，就是即兴。其实即兴音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跟现场的观众，其实我们是因为今天来了这些人，我们今天才会做成了这样的音乐，而且我们跟他们一起创造了整个的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今天说音乐与空间真的是这样，我们是用音乐去把这个空间给造起来了。然后我也希望，我也觉得能感觉到在座的好多的观众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的，他们是这个空间的一部分，不是我们仅仅在演出他们在看，而是他们是我们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Thank you.